上的女超人、体力超人、智慧超人、爱心超人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民调超人，民调超过其他人，对不对？对。请拍照。好。象征光明与希望的防护的安全防护的盾牌。好。主席拿一下盾牌。好。神力女超人献上光明的宝剑。好。这个象征。要能够披荆斩棘，要能够进攻，也要能够防守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要帮他进攻，帮他防守，好不好？好。披荆斩棘，好。优质医疗，徐新宇。友善科技，徐新宇。民调最高，徐新宇。乡亲好朋友们，今天都来支持我，陪同我一起登记参选，我表达由衷的感谢。那我也可以了解他们对新营的期盼，那希望我能够为新竹县开创新局、新局面、新契机、新希望。